家好，我是金，今天要来教大家弹吉他。那弹吉他呢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的手指头要够柔软。来，先伸出你的左手，然后折一下，暖身一下。哦，可以哦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来，先示范一下。哎，不错。哎，有声音哦。大家会了吗？大家会弹吉他了吗？就是这样，应该可以吧？大家加油，努力练习，我相信人人都可以是弹吉他大师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再见，下次拜拜。公三小，拜拜。